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们是很期待还是？期待。对，好事的话我就差不多准备好了。先给我个惊喜吧，好吧？薛俊杰，蔡冰雨。是要一起开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有一个东西，但是看不清。哦。回家的票吗？是回家的火车票吗？要哭了。可以看了没？哦。啥？哦。哦。我的第一笔工资。哦天哪，太不容易了。哦，真的是。捡的巨额。据说你们拿到了巨额的工资是吧？是。第一笔巨款，我就不好意思透露了，我怕太高调。太高调。太高调。嗯。那你们觉得自己的职业规划里面，你们觉得第一份工作多少是合理的？